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神。我的世界极限生存，所有玩家都有超强的跳跃能力。20多名玩家进行 PVP， 只能存活1名玩家。开始我们的生存。跳的时候一定要看下面有没有水。其实他这个捡血不是很多呀，捡的血量，我来给你们试试，看看他的血量捡的多不多。哎，这一波没有捡任何的血量，再来一下子，太哇塞了。我先撸矿去好了，反正有风暴坦的，先撸矿去，走，撸矿 go go。撸泥土会爆吃的，撸泥土，这样撸就吃的了。一飞龙 PVP， 快点，钻石，先把装备做一下子啊，30秒 ，PVP 好快呀，钻石，转一圈，哎 ，nice， 快点，好，哦，装备做好，做点剑，好了。先附个魔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抓紧时间把这个剑搞好吧。这边有很多的煤炭，如果煤炭太少，我去。如果三级，好，三级了。Codes， 剑，锋利。干什么？赶紧往哪跑！跑！卡你 ！GG。OK。哦，苹果呢？两个苹果，钻石块，稿子。哎呀 ！Wow， nice。啊 ，beautiful。10秒，准备好了吗？Hello， 中队，哦，哦，一刀，哦，吉吉，你还能无限复活的，什么鬼的？还能无限复活的，吉吉，别复活了啊、哦！看看能不能搞到一起打，等一下，想办法搞到一起啊！打他们的那有洞，兄弟们就可以了。是个好点子啊！电路里水呢？我发现一刀 ，nice， 中了！谢谢你的水。尿酸里面去吗？来火药酸里面去。Nice， 爆 ！A few minutes later， 那我们只能去间房的里面。